尾牙都在干嘛？警察单位有时候经济拮据，完全没有尾牙，就算有，我们也是要跟大家一样才艺于心，上台耍猴戏，游移游移游移。什么游移？是在选总统吗？不是啦，是蔡小虎的游移游移游移。那会喝很多吗？当然是喝到爆炸，但是如果在长官面前喝爆，长官就会觉得你这个小子没干拎，这个小子不行，活动好，从此留下坏印象。那怎么办？所以我喝酒前都吃四颗甘之如饴朝鲜蓟胶囊，博弈成分13倍浓度，市面最高。什么有益？有益有益有益吗？如果你喝酒不吃，那真的是在那边有益有益有益了。所以我喝酒前吃这个，隔天我还是可以继续写公文，当个称职的猴子。可如你愿，长官一看，心里就会想：我昨天都喝到吐了，这个精神小伙竟然没有吐，还能继续霹雳战警打公文，烤鸡当然假等喽。那你可以买，我也要。私讯我的 IG。